完人一口没包头了，我感觉。好，老板娘，请问在这个时候啊，对我这个盘子，已经23吧？你可以把它拿回来放。不是分分哪儿的肉？五花肉还是里脊肉？还是它是前腿或者是成猪的下巴？对啊。但是买了个头也不知道啥。那原来杨家开始养牛，我养羊。容易晕车的，现在不学。它一冲一冲的，续航没太久。那你开惯了油电车之后，你开油车才会变，也会变行。比油车开惯了之后，你开电车也会变。因为那个电车的刹车跟油车的刹车不是一个刹车，就有很细微的区别。我回家之后开电开油车，我就觉得很难受。他怎么带伊离开外圈了？他去绝育了吗？啊？他去绝育了吗？手指甲被剪刀了。啊。就剪深了一点点，流血了。哥、啊，那这个咋给他戴呀、啊？也能戴吧？好顺服啊！坐。好。哥，太兴奋了。Much, much later.走，好、哦、不容易爱你啊，宝贝。OK。戴反了。戴半天，戴反了。来，戴个这个真好。来来，自己把脚伸进来。来。文哥学狗叫真是一绝呀，我的天哪。好走啊，敢咬我。他敢咬什么？他咬什么？他怕我。好啊，他怕我。你看他老不走。张老师都打了几次那个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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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是被他咬的。过来，这老的。过来。我也不是被他挠的，我是自己撞上他的牙齿。挂。哥。哥。坐下。哥。好。人家不会清理太久的，所以只能用那个。关，哥，哥，关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关，关，太兴奋了。关，坐，坐，关坐。别弄了，下来。坐，爸没看了。坐，坐，爸没看了。爸，哎，他爪子出来了。对啊，我看到了。好了。强制，强制做，必须的。没有在虐狗啊，没有虐狗、啊，我们只是给他戴帽子，戴帽子，戴帽子。戴帽子，戴帽子。还得再紧一点，可以吧？应该甩不掉了吧？我感觉戴的位置不太对呢。
在拍广告的时候能吃一顿肯德基，那简直是世间最美好的事了。那我给他吃咯。你爸吃剩的一半给你吃。不管，做的好嫩。我摸摸，我摸吧，我摸吧。这人看起来冷漠一我初中的时候老长这两个，你我一痒的时候我去蹭蹭蹭，没事，长痘证明还年轻的，很容易长。又有青春，想知道明天要不要穿正装？肯定穿正装的，哎，肯定穿正装的。说实话，这种场面你如果要拍合照，肯定是正装。因为这里是工业风，所以是工业风，因为它禁止拍照，所以我们不能拍照。好的，我们在拍视频，所以不算违规。因为我们是拍视频，所以我们是拍 video。 哎，
好，直接来，机器可以直接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发热了是吧？这灯还有温度哎，发光发热。香薰灯。好，来继续走。
汗流浃背了吧，丁哥？汗流浃背了，汗流浃背了，他好强。汗流压力巨大，丁哥。压力巨大。16度的空调，汗流浃背了。别搞事啊！啊！哇！汗流浃背了吧？兄弟，十万个为什么在搞这？哇！我在北极，但我现在流汗了，我现在汗流浃背了，我在北极。你不懂。你知道我今天玩了玩了。哇！汗流浃背了。汗流浃背了吗？我不来了。手机上了。